上的晚餐，我们俩各一半。没看完的电影不能说散就散，习惯是很可怕的，可怕的却又很习惯，超认真难过呀，泪不堪的表情再不像快乐的你。听我说你是不爱了，答应我的别像我那样记忆很深刻。你曾经答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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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我，怎么你不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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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救救我，看反方向的结果，换了种方式解脱。你曾到底是为什么又让你失言了，是不是没有信任了。